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37面，337面。倒数第七行，倒数第七行，从第二句啊，又华严演义钞34音，自性即灵然常，知法身，善导大师四赞，极乐无为涅槃界，又云无衰无变湛然常。我们从这看起啊，昨天我们学到三藏法述里面所说的本性常，就是法身，也就是自性啊。不断常呢，是说的报身，也就是说的十报庄严土。相续常啊，可以说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啊，它是相续相啊。现在科学家也为我们证实，所有一切现象，它虽然讲的是物质，但是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是同时发生的啊。世尊给我们讲阿赖耶的三细相，业相是自然现象，转相跟境界相都是属于相续常。念念出生的，就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为什么我们看到现象存在呢？就是相续相啊，这就是此地讲的相续常的意思。相续常里面看出三种周遍里面所说的畜生无尽啊，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啊，畜生无尽，都是说的这种事情。华严经演义钞里面说，里面讲自性啊，即灵然常。灵然是定在那个地方不动摇的意思，这是指化身离体。善导大师说得好：“极乐无为涅槃界，
完全是从自性体上讲的，啊，离体上讲的。这个地方讲的涅槃界，就是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五句话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，那是无为。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无所不为而无为。啊，极乐世界的自然现象，一种是无为，一种是涅槃。啊，他讲无为有为，十法界一真庄严全部都包括进去了，这不思议的境界。又说这是单单指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无衰无变湛然常，这个湛然的意思是个比喻，像水，水很深，水清净，没有一丝毫染污，水不动。啊，像一个一潭清水，或者像一个小湖，风平浪静。啊，你看这个水沾染。极乐世界，这在前面我们已经读了不少了，后面还要细说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它的现象不衰不变，啊，无衰无变。那换句话说，弥陀世尊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一天开始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讲五戒之前了。啊，他建立极乐世界花了五戒的时间呢，成佛至今呢有十戒了，加起来十五戒。现在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所看到的情形，跟十五戒以前完全一样，一丝毫没有改变。啊，即使在这个世界，一个阿僧祇劫之后，两个阿僧祇劫之后，还是这样。那三个阿僧祇劫、四个阿僧祇劫，它还是这样。那佛不是告诉我们，三大阿僧祇劫，无始无明，习气断尽。就证得妙觉果位，妙觉果位回常寂光了，十八头没有了。你成佛了，你的十八头没有了，他的十八头还在啊。
啊，他不是一同时成佛了。啊，哪一个成佛了，哪个离开了，就像在学校念书毕业了。啊，今年这一班毕业，离开学校了，这学校就没有了。啊，中学毕业升大学了，大学毕业升研究所了。啊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学校还在不在？还在。为什么呢？还有不少学生还没毕业。年年有离开的，年年有出进去的。所以他的现象相续相啊。啊，永远是个相续相的。他相续里面又有不断长的意思在里头。在十法界里面，相续相很明显，不断长看不到。啊，为什么看不到？因为它有十变。设法界里面的众生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，所以念念都在变呢，没有不断常，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就是断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它怎么不断？只是它的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没有看到它的变化。实际上，它真的在变化。可见经之经文，所谓常然者，就是本性常，临然常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四徒没有例外的。啊，四徒皆如啊。四徒皆是啊。不离本性的、啊。本性常，他当然也是常。啊，所以是讲的法身，讲的自性。法身包括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现象，没有一桩啊漏掉的，叫大而虚空法界，小而微尘。微点啊，都是心性识别啊，所以本性常啊，这全都包括了。所谓常然等，即本性常、灵然常。是法身也，自性也，是故常然呢，无衰变也。啊，衰变的现象，在极乐世界看不到。不但暴徒看不到，同居土、方便土，因为。弥陀四十八愿威神的加持啊，他也见不到我们看底下一段妄喜舌问语，这是妄喜大师
假设一个问答，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既是修因感果之途，极乐世界也是修因感土啊。本来没有啊，是阿弥陀佛发四十大愿发愿，极乐世界是48大愿之所感啊，从自性里面现出来了啊。那么这个情形，尔也有时，不能说他是无时，他有时。临容得也，非因非果，令然畅也。那怎么能够说非因非果？令然畅呢？这个话好像是有矛盾的，讲不通啊。佛子大言啊，还是他老人家自己回答。若得实觉了，还同本觉。这个经上有，佛常说，实本报二啊，实觉就是本觉。你这一念觉悟了，一念觉悟就是本觉。迷是妄的，本觉没有生灭。迷的时候不是没有，迷的时候有，有没有感觉到它有？所以佛在经上说了这么一个名词，这名词是假设的，迷摄自性。你迷了，把自性丢掉了，这是假设的这句话。迷是真的，自性丢掉了不是真的，自性还在。在为什么说丢掉了？因为你不认识它。自信这个时候没起作用，不起作用，所以虽有等于失掉也，是这么个意思，不是真的失掉了。有得有失就不是真的。真的决定是离开两边，我们今天讲相对的啊，有真有妄，有觉有迷，全是对立的，都不是真的。老子说得好，道可道，非常道啊。这个地方所讲的见利常然，这句话就讲不通了。见利常然是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十法界众生没见到，没有体会到。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离开十法界，你就见到了。
见到不是生，没见到不是灭，它没有生灭。所以修因甘苦，这大乘教里这么多人修行，甘苦就证果了。证果的时候，证的什么呢？见到事实真相了，事实真相。就像能大师所说的，不生不灭，本自清净，能生万法，虽生万法，还是无为凛然，真妙。所以底下说，在本觉里，实觉究竟无非本觉。初住菩萨自觉了，实觉。妙觉果位上，究竟觉。没有证的究竟觉。好像是两桩事情。证得究竟界究竟觉的时候，知道是一桩事情。究竟觉是什么？原来就是实觉，实觉就是究竟觉，实本不二。所以实觉究竟呢，无非本觉。如《摄大言论》云：“若得实觉，还同本觉。”谈能证曰：谈到能证之时，虽是有时，至所证时，实本不二，本有常住。这个几句话很重要啊，事就在眼前。从早晨起床，睁开眼睛，到晚上睡觉，合了眼睛，十本报都在眼前，从来没离开过。我没有离开他，他也没离开我，关系太亲密了，永远离不开。如影随形的，刹那不舍，是本是影。不是二，所以变法界虚空界，一真庄严全是自己的。
除了自性之外，别无一物啊。为什么？一切无全是幻化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即佛告诉我们一句真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看破了，自然就放下了。我看破了，我放不下。张家大师说的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假是说什么呢？假说看破，你没有看破。为什么？真看破就真放下。说看破还没放下，你没看破。说真放下了还没看破，有。真看破不可能不放下。放下就契入了，就是真的了。啊，真的这个境界圆满成佛了。往昔末后者所语，以著也。啊，叫我们不能够啊轻易的放过。啊，这点要特别注意。他讲的太好了。一个人修学，如果没有到这个境界，这个话说不出来。啊，这真的是有修有证之人为我们道破。谈者说也，智者道也。在有说有证之日，虽是有时，当道家时，这个道家了，即至有所证时。啊，一到有所证，这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言语道断。一切不二，本有常住，在此地，祖师大德们把开悟这个时候的状况为我们说出来了。这意思是说，在有说有证之日啊，这个时候虽是有时，好像是又开始。当道家时呢，就是你证入的时候，你一证得的时候，实本就融合在一起了，决定分不开。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。这个境界
我们想一想，什么境界？不但是说不得，连想也不能想。把言语断了，把心思也断了，这个时候，万法不二，本有常住，所有一切万法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。而且一切法是平等的，而且一切法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有染污过。为什么？自信本来如是啊，自信本自清净，那么现在所讲的染污，所讲的不平，就是有高下，有对立，有冲突，这些全是从妄想执着里头变出来的。现在叫你言语道断，一切不二，你去找执着，你去找分别，你去找我，你去找他，全找不到了。在不在？没有一个不在，就是找不到他，没有一个不在啊！妙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，都是从这一体而生而现。万法消归自性了，这就不二了。这个时候，你真正彻底明白了，性相一如啊，理事不二。这是十报图的人知道，常寂光图的人证悟啊。那用我们现在的比喻话来说，十报图的人在搞佛学，常寂光的时候学佛。切入了，完全得到佛法的受用啊，也就是信德的受用。那么以上这些都是妄习
开示的引申。此下居密普，大乘密严经，我们从不同宗派的经论学习之后才晓得，万法原来是一体呀！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恒顺众生，众生的根性不相同，习烦恼习气不相同，所以修学也不能用同一个方法，同一个方法不能度一切根性的人啊。所以佛是应以什么身说法就现什么身，哪个方法能叫你破迷开悟，佛家的时候叫斗机，都是引导你，引导你开悟，不是引导别的。引导你在理上或者是事上豁然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我们功德圆满就教学毕业了。啊，老师不必再教了，学生也不必再学了，圆满了。师生都得大圆满，啊，所以密布另一类的根基。目标呢，还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你看，真叫方便有多门呐、啊，归元无二路。怎么说都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啊，大乘佛法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清净本师阿弥陀佛。啊，密宗也不例外啊。啊，密布就是密宗啊！啊，看密严经上说的，佛已超过彼，而以密严住啊，极乐庄严土，世尊无量寿啊，又说密严净土，超诸佛国。无为为信，不同为尘。此密言中，诸佛菩萨并于国土，来此会者皆如涅槃。密宗到最后还是归净土啊。方向目标一致，方法不相同。啊，好比我们今天去旅行，我们的目标相同，
我们的方向相同，我们个人所用的交通工具不同。最后不管是早到是后到，都到达同一个地点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千经万论，无量法门，都是为这一桩大事啊！往生净土是我们一生无比殊胜的大事因缘啊！经上这首偈子非常明显，佛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真的超过十方一切诸佛，这一句是赞叹的，而以密言主。这个地方说的密言，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本性常、灵然常，大乘教里面常讲常住真心，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。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，前两句是从自性离体上说，后面两句是从四相上说，性相一如，离四不二啊。迷言即是极乐。又云：密言净土，超诸佛国。前面佛已超过彼正报，这个地方再说净土超越诸国医保，医证都超越，如无为住。这一句显示出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啊，是法性身呐！如无为性啊，不通微尘，微尘是法相，十方世界。一阵的果报都从相上说，
法相上讲的，啊，法相高等的，能够看到临然常、本性常，设法界一真庄严。理上讲本性常，相上说呢，它是相续常。当然不变的，历史都有这个现象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不同微尘。确确实实是发心土，是发心身。诸佛菩萨并于国土，来此会者皆入涅槃。此会，阿弥陀佛之会。你见到阿弥陀佛，你就是阿弥陀佛这一会的会员了。弥陀是会主啊，你是会员了。那么你所入的境界，就跟大乘菩萨入大般涅槃没两样。在华严经里面，入大涅槃就是入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。真正的永脱十法界了，真的三不退啊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啊，三种不退转，你同时真的了。密严经也是这个说法。密严经疏云：如无为者，密严徒也。即是诸佛他受用途啊，于法性土啊，以悲愿力建立故。此净土如法性土，立无常故，一事故说，如无为心。密严土，密宗说的，在显宗就叫法性土。密言跟法性是一，不是二啊。
啊，即是诸佛他受用土。诸佛如来是受用土在哪里？给诸位说，自受用土在常寂光啊。常寂光净土啊，十报土的菩萨受用不到。为什么？无始无明的习气在做障碍。啊，其他的障碍没有，不障碍他，自行化他，不障碍。执障碍，自信的常寂光，他还不能得受用。必须无明习气断尽啊，等觉还有一品，断掉之后就断尽了，断尽了就不是等觉菩萨了啊，我们称它为妙觉菩萨，妙觉佛果。究竟圆满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只有这一个位置。这个位置是平等的。十报图里面发身菩萨无明断尽，但是无始无明的习气，大家厚薄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还不能说平等。啊，他们确实也是证得了发心身，住发心土。啊，但不是究竟圆满。所以诸佛如来去教化这些菩萨，化身菩萨，他要在十宝图现身，还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？啊，他在十宝图里面现十宝图菩萨一样的身相。一样的生活环境，它是完全从自信所现的，没有识别。啊，所以是于发性土啊，以悲愿力建立故啊，帮助十宝土的发生大事，真的究竟圆满的果得了。所以此净土如法性土，立无常故，立无常就是真常，就是前面讲的灵然常。
啊，这是信德。圆满的显出法身菩萨的受用啊，跟究竟果腹啊住常寂光里，只是一个有相，一个没有相。常寂光里头没有相，十报头里头有相。除这个之外，几乎没有两样。啊，现象是为他受用，不是为自受用。啊，以是故说，如无为心。无为心是真心。有云：“今此密言藏，但于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，故非微尘尘。”这个意思很深。因为所有一切世界都是心心识变的啊，物质现象只存在，不存在十八图。为什么呢？十八图里头没有阿赖耶了。没有阿赖耶就没有物质现象啊，但是十八图有相啊，这个地方给我们说清楚了，有相不是物质现象，这个不可思议啊。相从哪里来的？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，故非微尘尘。微尘尘就是一合相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一合相，一就是微尘，所有现象都是这微尘组成的。啊，在过去，我们用科学家的术语。就是这些微尘集合成为粒子、原子，有许许多多原子聚集在一起，排列成不同的方程式。这就成为种种物质的原始现象。但是十报图它不是物质现象现的。啊，因为它没有阿赖耶。也就是说它没有物质，它也没有精神。它不是跟物质有于精神，它不是这个东西。啊，它是什么呢？这里讲清楚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是清净如来藏心所现。它只有心现，没有识变。心现
这个现象不是未成句啊，不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一合相，这就很难懂了。这个道理确实很深，事理很不容易体会啊！不是物质怎么能现象？啊，我们对于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一切法，为心所行，为识所变，啊，心所现的有自然现象，有精神现象，有物质现象。我们能体会心性识变的，识变来了之后，我们就觉得很茫然了。这个现象只有心性，没有识变。他跟清净心啊，如来藏心，清净如来藏心相应，它跟八识不相应。那么我们要问，弥勒菩萨所说心有所念，这个最微细的念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，这是阿赖耶的作用啊，在设法界里面没问题。现在的物理学家已经接触到这个边缘了啊！可是自信这个边缘呢，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，用意识性决定圆不到。佛只说一句话：“为正方至啊。”啊，怎么个正法？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你就证得了。所以，十报土的一真庄严不可思议呀！啊，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，那一上经论极乐来如来妙心之所现，法性妙土之所成，非如其他世界，乃未成聚集之一合相。这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。这一句话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。这句话很深啊，毅力非常之深。
微妙之极。如来妙性，法性妙土，说的话是不一样，事实一样的。大乘教常讲，法性身，法性土，又说了一句话，身土不二。有身有土，身土不二。自信没有办法想，不能想，你想都叫妄想，你决定想不出。对于佛在经教里头，像古来祖师大德所说，唯有两性，两是敬仰，我对佛恭敬，真诚恭敬，对法真诚恭敬，佛所说的我一点不怀疑，我相信，可是自己没真的。那佛给我们透出这个信息，就是给我们的方向，给我们的目标。我要把方向目标立定在哪里呢？明心见性。到什么时候我见到如来妙性，见到法性妙土，这就入了妙觉位了。啊，从等觉超生到妙觉位了。那么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微尘聚集的一合相，这是十方诸佛刹土。我们今天居住的地球，用《金刚经》来解释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下面再跟我们讲微尘。微尘者，非止尘埃啊，尘埃太大了。尘埃是什么？空中飘的这些微尘，我们肉眼可以看见。最明显的看见是有一道阳光外面照进来。你看那个阳光里面的微尘，那叫尘埃。所以我们呼吸空气里头尘埃，我们自己不知道啊。戴个口罩，就是防止尘埃，防止大的，小的还防止不住。那个口罩还是有洞啊。很小的尘埃它就进来了，大的拦住了。所以这个微尘不是指尘埃，那组成物质小而又小的粒子。聂老他是修科学的，他在此地告诉我们，前所知者电子为最小。这以前科学家讲的，电子是最小了。原子很大了，原子是原子核跟电子组成的。电子是最小的。经已发现，
更小于电子者，占明夸克。现科学家一指，夸克亦非最小，此小而又小者，亦不可穷尽。科学技术，这是高倍的显微镜，不断在进步，逐渐会发现更小的东西。它底下有个卦符说，自1980年后，科学家发现了微中子，这就是量子力学。它在空间所占的区域，只等于一个电子100亿分之1。这就是量子，小光子。彼等弥漫于太空之中啊，微中子能穿透10亿公里厚的铝板或者是钢板，如穿薄雾啊。10亿公里厚的铝板或者是钢板，我们没法子想象它能够自动穿透。这是物理的世界。彼等弥漫于太空之中啊，如是小而又小的粒子，即是微尘之意。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这个微尘，也用比喻说。佛经上的说法，佛是用牛毛尘开始，牛的毛很粗这个牛毛的尖端，毛的尖端上有一粒尘土，在它的尖端上，它很稳当，它不会掉下来。这叫牛毛尘。把牛毛尘分成7分，1/7叫羊毛尘。羊毛比牛毛要细。羊毛尘1/7是兔毛尘。兔毛就更细了。中国人用毛笔写字，有羊毫，有兔毫，兔毫更细。兔毛尘再分成1/7叫水尘，那很小了，水有密度，但是它有空隙，它在水里面可以自由活动，没障碍。水尘再分成1/7叫金尘，金属。这个地方讲的钢板、铝板、金属，金属也有空隙。这一粒尘土在里面走来走去，没障碍，就像他此地讲的，这个微中子能穿透10亿公里厚的这个金属板。
佛讲到这个地方，啊，这叫微尘。佛法里面叫微尘，微尘还可以分，微尘再分为七分之一，叫色聚即微。色聚即微还能分，再分成七分之一，叫即微之微，啊，那可不能再分，那就没有了。所以它又叫灵虚尘，啊，跟虚空啊，好像是边界了，啊，再一分就变成虚空了。啊，佛是用这个方法。啊，所以今天科学家发现的微中子，到底是佛说的微尘，还是佛说的色聚即微，或者是即微之微，很难讲。啊，佛经里面所讲的即微之微是不能再分。能再分的不是即微之微，啊，你看看微中子等于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，那么小，啊，下面说精进位，极乐于密言呢，皆非如是立字之所成啊。立字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心念是转向，能量是业相，啊，这时看到了阿赖耶，那这个经上讲，极乐跟密言皆非如是立字之所成，具体是如来妙心，当然自性，故不生不灭，无衰无变，宁然常住，如为啊，如无为心。这是确确实实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我们无法想象，也不能勉强呢，用现在科学来对比啊？为什么呢？科学到现在并没有定论啊！再过几年又发现比这更小的。啊，佛讲的极微之微是讲到极限了。啊，什么时候科学证明这个物质现象到极微之微，就决定不能再问，那就是如来所说的极微之微。啊，只要还能分的，那都不是的。幕后这个结语说好，说得好，极乐密言，具体是如来妙心，是当人自性，如来妙心。跟当人自性是一，不是二。当人讲就是我们自己的自性，
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啊，不是别的。啊，就是中峰禅师在《信念法寺》里面所说的。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不生不灭，无衰无变啊，灵然常住，这灵然常住。这是阿弥陀佛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里面的现象。啊，我们只能用一个自然现象来形容它。十报图里头有一真庄严，但决定不能用十法界一真庄严这个概念去看它，那你就看错了。必须转阿赖耶，成大圆心智，你才彻底明了。啊，没有做到转识成智，你对他无法了解。啊，这是佛经上所说的为正方知。啊，怎么说对我们来都各一层。这一层是什么？这一层就是八识。我们没有离开八识啊。啊，所以总是各这一层。再看下面一段经文，这一段经文是讲静心，前面是讲净土依报，啊，讲静心呢是正报。请看经文，欲无量劫即知德行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行即净心，远离虚妄，依真谛门之中得本，不计众苦，稍欲知足，专求百法，慧力群生，志愿无变，忍力成就。这段话非常重要。佛知，佛见，佛行。真实之际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全在这三行之中。
啊，非常不可思议。字字句句都是我们先前修学的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第一句宗表于无量界即知德行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本品初段庄严净土，此下三段呢，表严净自性，前面所说的极乐世界的环境呢。往下这三段呢，是极乐世界的居民，为什么极乐世界那么好？世尊在大乘经上常常提醒我们，说依报随着正报转，又常讲啊，境随心转啊，境就是境界。我们常常把身当作正报，错了，身不是正报，身还是依报，依报跟正报最密切的这个部分，它还是依报，它不是正报。正报是什么？正报是你起心动念呐。起心动念是能转呐，连我们的身体都是所转。你看，相随心转。体质随心转，我们心理健康，我们这个身体就健康。我们的相貌就圆满。啊，心要是不健康，我们相貌就不圆满。身体就有欠缺，啊！你看这一段经文，前面两句这总标，于无量界即知德行，要积德了。值得是修，这是修的意思，要修德行啊。不是短时间的。啊，无量劫修积功德。啊，这才是严净自性。这真宝，该身心土不二，心净则佛土净也。啊，前面是土净，土净从哪里来？心净，心也不净，
居住的环境就不净。心要清净，居住的环境自然清净。啊，于是我们才真正明白了。在古时候，修行人心都清净，住在深山，住在高原，冬天寒冷，他们身体健康啊，没有障碍他们的起居活动，啊，零下十几度、几十度，他们穿的衣服并不很厚。啊，在冰天雪地底下活动，照样活动。我们看到很多记载，啊，一般人做不到啊。他为什么能做到？他们有清净心，他们有平等心，有真诚心，有慈悲心，这些心放出来的能量，是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。他们能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好像一个发电机一样啊！啊，他们能做到，难道我们不能做到吗？我们也难。问题是我们不懂方法，根本的问题呢，是我们的心不清净。我们的心里妄念太多了，定不下来啊！啊，想想佛在一教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至心一处啊，无事不办，这句话多重要。所以经教里面佛菩萨说，祖师大德常常提示我们，一心念佛，无事不办。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遇到任何困难，只要你一心念佛，困难就解决了。啊，困难里头最严重的无过于生死，我们遇到生死关头的时候，你要记住啊，一心念佛，
啊，眼前的困难就能解决。如果我们的寿命到了，你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回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业缘还未了，阿弥陀佛帮助我们了愿，秘诀没有别的，就是一心专念的。啊，你要记住啊。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开示，要牢牢记住，要时时刻刻用上啊，你就没有白学了啊！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一切时，一切处。无不如是啊！啊，都要能把这个学会呀，就是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啊，我们六根不再向外面攀缘。你真这样做，佛菩萨就照顾你了。啊，你不肯这样做，你自己还有很多主意，还有很多办法，那佛菩萨就不管你了。为什么？你自己有办法，自己有主意。如果自己真的一切放下了，我就一心念佛，那这些拉杂事情阿弥陀佛就要管了，他就得来替你办了。我们办有障难呢，他办没有困难呢。啊，只要一心就能把事情办好。下面念老的解释，先解释戒啊，无量戒。戒表极常难遇的事情，无量戒表戒数又无量啊，此乃无量之极常时间。故其时间无法称说，不可计量，以表修行久远呐！啊，于无量劫这一句，是说明修行的时间太久了，啊，太远了，没有办法来说明。行身口意之造作啊，身一举一动，口里面是言语，意里都是念头造作，再多不超过这三个范围，所以用身口意就把造作无量无边的业习全部都包括在其中了。
啊，通通包括了。啊，德行这个词，啊，德行所成之善为德，所成之道为行。那么"德行"两个字都解释出来了，一个是成善，一个是成道。善根道，身口意三业当中都有。思想善，在佛法里面就是实善，心里常常念着实善，是意义。啊，你是在修德了。言语上与实善相应，口善，口业则积德了。身体一切造作与实善业道相应。啊，身的行为善。你看，十善业道，身十善，口十善，意十善，这就变成三十了。现前三十，过去三十，未来三十，这就是了。加上根本的十条就一百了，至少百善。这是学佛人不能离开的。一切时，一切处。能如是思维，如是言行，这叫极致德行。天天要记，时时要记，于无量劫。啊，故德行指功德与行也，又指具足功德之行。啊，功德跟福德不一样，但是诸位要知道，功德里头决定有福德，福德里头未必有功德。啊，功德胜于福德了。啊，功德这个德是行德。啊，肯定与行德相应。胜于义，都在德上行。
这叫行道啊，或者叫修道。啊，下面的行合起来说，所成之善为德，能成之道为行。故德行指功德与行业，又指具足功德之行，即戒定慧三无漏学与六度也。这讲得很具体了。戒定慧是总纲领，啊，叫三无漏学。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！为什么称烦恼叫漏？因为烦恼能把我们自性里面的功德全失掉了。啊，就好像一个茶杯，茶杯底下有个洞，装上茶水全漏掉了。我们自信里面的功德怎么修好像都没有成就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有烦恼，你有习气，通漏掉了。啊，经上最明显的比喻叫火烧功德林。啊，做了多少好事，一发脾气，一骂人，功德全没有了。啊，功德是没有了，福德有。啊，福德嗔恨之火烧不掉，功德一烧就没有了。啊，修功德不容易啊，修福德容易。来生有福报，功德是什么？功德是了生死出三界，所以呢，啊，功德跟福德的区别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戒定慧叫三无漏学，总纲领、总原则。啊，六度菩萨修的，又会说人行为行业善业所作，德为福德行之所感。啊，会说解释的很好。啊，行是行业，业是造作。那么这三种造作，起心动念意的造作，言语是口的造作，身体动作是身的造作，啊，所以叫善业所作，这叫行业，啊，德是福德，我造作的好事都福德，我造作的恶事那就不是福德了，那是灾祸。啊，所以中国文字，你看，
福，跟祸，灾祸，这个字的形状很接近啊，让我们在文字当中啊，就提醒自己啊，到底是福是祸，你得看清楚啊，不要把祸看成福啊，不能把福看成祸。祸福的样子非常非常接近的。这是心之所感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与心得相应。这种三业的行为，感得的是福德。那么反过来，与心心性不相应的，那么三业所为所感得的就是灾祸，就不是福德了。又非朝夕所得了，故曰极之。积者积累，如点滴所聚；植者培植，似育苗成林。经世久远，不可称计，故云无量劫也。这跟我们解释积，一点一滴累积。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积累敬业，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灾难频繁，有同修传递我的信息，要我讲观音三经。为什么呢？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，灾难就在眼前。我们这一次把《华严经》停下来，讲《无量寿经》，给他的意思完全相同。灌顶法师告诉我们，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，遇到极重的灾难，所有一切经教忏仪都失效了，最后还有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句阿弥陀佛能解决。我们相不相信？相信。为什么？我们看到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看到黄念老这样详细的注解，我们每读一遍，无量的欢喜。这个法门，这个经典，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化解一切灾难。观音三经。我们希望电视
能够成布，三经我过去都讲过，因为现在再讲要费时间，我们无量寿经又要中断，至少无量寿经讲圆满，同时讲就分心了，于自于他都不相应，我们要记住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才能得佛法真实利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